这是我们一位同学画的意境。当飘香飞舞的季节，离别家乡的人们总是思念着遥远的故土。现在我们有请我们年级旅居美国的李小飞同学，代表我们全体同胞，包括全体同学，包括旅居海外的同学，现场为学校作画一幅鸿雁，以此来表达对母校和故土的思念之情。有请李小飞同学。我们原定给小飞同学现场作画的时间是10分钟，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小飞同学特意把画分为前期后期来完成。前期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完成框架结构，后期上色落款，在这里现场完成。
感谢李洛华同学，感谢李小辉同学。同学们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现在我们举行赠画仪式，我们有请德军校长和校友会的老师们，有请。不管你是身居要职还是平民百姓，